晚上就再带各位朋友逛一下乐华夜市。来一下，来，是你要吗？来，你量一下哈。好，我已经扫过了。嗯。啊，这边是灯笼卤味。哦，我。好，今天晚上的乐华夜市还蛮热闹的。啊，那这个是虎茶很秋。哦，音乐声音蛮大声的。啊，又有多一些新的店了。去乐活五谷鸡爪冻。这家都只能外带。刚那边是那个巨无霸猪血糕，这边是卖西装，嗯。然后这是脆皮玉米。然后常常在还有董事啊，然后那有董事的话就快点跳过去啊。这一摊是那个芳香的。八百九啊。嗨。嗨。最近生意好吗？No。好。好，加油，嘿。好 ，OK。真是娃娃机。
的啊，木瓜牛奶。又是董事董事。啊，这好像是新的啊，好稀。价钱可以参考一下，大概都50多块。哎，周末好，哎。真是卖茶叶的啊。啊，这是 N 嫂最喜欢的拔丝起司热狗。哦，最近他瘦很多了，已经瘦超过14公斤了。对啊，最近这些高热量的东西还都不会吃的。啊，后半段这边开始就变得蛮多人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红炉发。之前有拍过，啊，这边是葱油鸡。老牌黑轮，来贴了三次。哎呦，啊，到时候还会有法式焦糖烤布雷。阿呆去骨咸水鸡。这是卖袜子的，啊，这边是营养三明治啊。黄心脆薯，麻辣臭豆腐。以前我也蛮常来这边买宵夜吃的。然后这里是轰炸鸡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哇哦！那、啊、你要吃什么？啊，这边是平价牛排，臭豆腐。这个是锅记油饭，啊，这个是萝卜糕。那我今天我要那个，哎，你好。那我今天要一个那个奶油栗子好了。今天没有栗子。啊，没有栗子。奶油红豆，我还没有写哦，我现在只有珍珠奶油跟红豆。Hello， 大哥，我现在只有珍珠奶油跟红豆。哦，啊，那就红豆。嗯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谢谢你。这样总共多少？35。好，好，好，坐坐坐坐。坐着坐着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没有，我看到。谢谢。来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哎。然后那就顺便看一下老板娘做个红豆饼啊。那个红豆饼做好大概要多久啊？15分。15分钟。你想学的话，来个加盟电话，他会教你哦。哦，想学的话可以跟您学这样子。啊，不是跟我学，是有加盟的电话，你跟那个朱老板学，他会教你。哦，是。一个男生哈。哦，好。我进去跟他联络，好不好？嗯，好 ，OK。好，谢谢，好。好，拜拜。嗯。OK。好，那就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买红豆饼，或者是加盟。哇！好，那这边就已经到这华夜市的尾巴了。哎，你好，周末好。哎，好，那一样还是不能内用啊。哎，OK。啊，这边是太里赏，他们的饮料也蛮好喝的。啊，这个是姓名贴纸。
鸟蛋烧，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在乐华夜市曾经在那边卖过的鸟蛋烧老板娘，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。然后这个是白糖桂，今天就不一定吃什么。今天就算是比较轻松的乐华夜市走一圈。小妖姬啊，热炒一百啊！你好，好，冠军鸡蛋糕，寒天 QQ 棒。二油。你这是不是有懂事懂事啊？有啊，对。啊，这是咖喱王子。冰库雪花冰。三生有幸。是龙宝宝，小笼包，彩之美，这家店客人蛮多的，阿国虾仁羹，有的还是不能内用啊。是梅喜屋啊，啊，这家小意大利咖啡，我之前蛮常来喝的啊。要懂事懂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很好吃的打卤岸香肠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好，那就是很好吃的打卤岸香肠。好，那就加了这个蒜泥酱。好，那这个
巴鲁岸香肠真的是还蛮好吃的啊。好，啊，老板娘，拜拜。嗯，好，再来就再往前走。刚好烤好了。这个是一口酥臭豆腐。鸟蛋陈达人，生意还蛮好的。啊，这个是可丽饼。小夜战药炖排骨，上好烤肉。那么另外带一个牛排给他吃，反动手。哦，现在音乐声音蛮大声，我就用我的声音盖啊。那是娃娃机的地方。有一点大声。这个是日落鸡肉饭，很可爱的狗狗啊。哦，生意蛮好的。小时候弹珠糖。好，那再是蓝天馆。这边是乐华夜市很有名的杏花鸡白汤专门店。哦，懂吃懂吃。哦，这是那个遇见幸福。对。鸡蛋仔卖很久啊，然后在隔壁这个是巷仔口章鱼小丸子，也卖很久了。没有啦，那边。啊，不过有一个甜不辣好像就不见了，哎，都要是移到前面。我这种是新的，何家卤肉饭。啊，也有出现一两家新的店面。再是这个乐华夜市麻油鸡，
今天就用这个比较轻松的方式逛夜市，让各位朋友看一看各个店家的状况。烫沙茶鱿鱼，灰记。鸡蛋糕，好，那这个是梅亭蜜汁烧烤，嗨，老板你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个大叔，最近好吗？疫情就这样子嘛。疫情就这样子。因为夜市现在没办法边走边吃啊。哦，这样、啊。他就只能外带啊。嗯，对啊，外带就有差了。就有差、啊。对，现在这样子，假日吼跟平日是一样。伤脑筋啊。因为你会来逛的一定是在地。在地啊。一定是在地的。如果你今天住士林，你花一个小时坐车来这里，那、啊、你逛了两个小时，然后你都不能吃。你再带回家，你总共四个小时，东西早就冷掉了。对，所以会来这里一定是中永和，最多就是跨个桥、板桥之类的。哎，都比较差一点。所以这个是老板心中充满了一个字，F 叉叉叉的。能撑的啦，能撑的啦。还是要做啊，不能不做，我们租金还是要付啊。一个月两万嘛。对啊。要求我，然后再加仓库啊、清洁费啊、电费，算一算一个月快三万，平均一天就是1000块啊。我一天不出来就亏1000。我有认识那个早餐店老板，这五个月他总共亏掉70万。对啊，你看，连早餐店都亏，早餐店是算正餐哦。对，对你正餐不能不吃嘛。对啊，他都亏啊，我们这种点心的，啊偏偏我就是偏边走边吃型。对啊，如果我今天是卖卤味啊，鸡排啊，你可以带回家吃。所以老板要改变一下，让这个马吉可以这样带回家吃。不过要怎么想我不知道。有啦，我是有外带的服务啦，就可能就看客人愿不愿意啊。因为有些东西它热热的吃，才会比较口感比较像面啊什么那些。对对对，像这个一吃干面回家吃就对，就糊掉了，变干面，就。干成一团一团。对呀、啊，比较麻烦。老板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这家心中只有充满一个字的就是这个烤日式马吉啊。其实我说那个字是烤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拜拜。好，那就希望店家加油啦。好，那就算是很轻松的带各位朋友逛一圈，然后又有听到这个店家的心声。好，那这家就是很有名的深海奇鱼串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夜市逛得开心，有个愉快的周末。好，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，只能这样希望。好，拜拜。